将进出席电影《九龙不败》的借票活动。呢次同拳王合作是一大亮点，不过对于太太蔡少芬来讲，好似就唔系咁讲啦。特别是那个颓废嗰个 look， 佢觉得佢最中意，即系正常嗰个佢又反而可能佢见得太多啦。咁颓废嗰个佢未见过，佢又反而觉得嗰个最好咯。最近两个女女都患上手足口病，不过父亲节都冇唔记得送礼物啊。一人做了一張卡仔，係啦，咁但係佢哋都未好翻嘅嗰日，依然都是要夜晚去照顧佢哋啦。但係其實都幾温馨嘅，因為佢哋一病咧就特別需要我咯。係啦，如果佢哋即係正常嘅狀態之下，佢可能有陣時候我叫佢哋唔睬我添，病咗就特別需要我咯。